是诸位同学，请坐，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解第五百八十一面五百八十一面第二行啊，第二行第二句。 啊，从第五念觉知看起啊，五念觉知常铭记，定会而不忘，实之君等这个意思。 是说明定会一体，相极相融，“二”的意思，在一般用功的时候。 或是参禅、念佛、持咒，乃至于研教，都会有这个现象。如果定多会少，容易昏沉。 啊，要是会多定少呢，会感到浮躁，啊，身心不安，念头啊很多，所以你一定是定慧均等，他才能够。 生起三昧啊，念佛人，无论是用什么方法修行，总不离佛号啊，定慧均等，就会得念佛三昧。 所以，念觉知呢就很重要了啊！对，这一条不但是铭记，而且善用。这个善用还是会啊，有智慧也来调整。 我们自己修学的状况，啊，也就是我们一般讲，在稳定当中求精进，只有定慧均等，智慧才能够现前。 下面第六，定觉知，使心主于易境而不散乱。这是世尊在经教里头常常说的：智心一处，无私不办。 一般凡夫心都是三乱的。佛门里面礼敬用合掌，合掌就是代表一心啊，十个指头啊，代表三乱啊，把三乱的心归一啊，所以掌。 要平，当中不要空，啊，空就分散了，就分成两边了，一定要合成一个，代表一心，一心是最恭敬，啊，没有杂念的、啊，所以这都是属于表法，啊，表定，表一心不乱。 先住在一个境界上，在建造，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，比什么都重要的，那就是住在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上。啊，就像中风禅师在《系念法事》里面教给我们的，我先。 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。心里面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全放下。啊，让心啊定在阿弥陀佛上，这个力量就大了。啊，它的效果什么？效果能够与佛的愿力相应。 啊，也就是说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呢，能够加持我们，我们能够感受得到。啊，实际上，佛力加持是普遍的，佛太慈悲了，佛没有分别，对任何人都加持，啊，可是有人得受用，有人不得受用，啊。 不得受用是，你没有办法接受，这、就是散乱心，啊，这没法接受。如果你是一心，就会接受，啊，看你的心转移到什么程度，啊，越转移，你感受到的这个加持的力量越强。 啊，能帮助你像前面讲的得法喜得清安，这是最明显的感触。啊，能够常常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念佛往生净土啊。 你就真有把握了，啊！对世间一切法，一定要随缘，啊，不能有丝毫的勉强，啊，不能被外面境界所动摇，不随缘，一定就是攀缘。 啊，攀缘把我们的功夫全破坏了。啊，所以佛常常教导我们：随缘不攀缘。随缘的时候，这有顺境，有逆境，有善缘，有恶缘，自己。 也要用智慧去责罚。啊！我应该如何随顺？用什么方法来应对？啊，这都是有智慧的啊！决定是自他两力 有很多人不懂，啊，不知道利他是真正的自利，自利往往的说害自己，对他人也不利。啊，我们常说了，用错了心呐、啊。啊，为什么会用错了心？还是迷而不觉，啊，觉。 决定不会啊！这个里面最重要的，这学佛一定要把我放下啊！你看看《见死烦恼》里头，见烦恼第一个。 深界啊，六道凡夫哪一个人不执着生是我呢？有这个念头，肯定就有自私自利。这是六道凡夫的通病啊，第一大病。 所有的问题、啊、都出在这上面，不知道啊，身是假的。佛对这个事情，《大小成精论》里头不知道说了多少。啊，我们总是不能够觉悟，总是不肯放下。 啊，纵然是做好事，利益社会、利益众生，啊，总是掺杂着自己的利益在其中。啊，纵然百分之九十九是为社会大众，里头有一分自私自利的念头，你的功夫破坏了，说不彻 这不纯，严重到什么程度呢？严重到功德全无啊！福德有，你是做了福德，功德没有，就好像我们佛门里头掌过、啊、梁武帝的故事，这很多同学都知道。 啊，梁武帝当年在世是佛门大护法，那在历代帝王当中确实首屈一指啊,啊！单单素食运动是他老人家提倡的啊！今天中国学佛的人到外国。 看到外国学佛的人都吃肉，感到奇怪。啊，外国的这些学佛的人看到中国人不吃肉，也感到奇怪。啊，在戒律里面，佛之讲不杀生。 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界，他的生活方式是徒步，徒步人家给什么吃什么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现在南阳小陈也是一样，他们还是徒步。啊，只是不杀生。 肉呢？还规矩的三斤肉，啊，这个肉是你没有看到杀，没有听到杀的声音，不为我杀，他不是为我杀的，啊，这是戒经上许可的。梁武帝读《楞且经》，《楞且经》上啊，佛说了一句话。 菩萨大慈大悲，不忍心吃众生肉，啊，他受了感动，啊，于是他就开始素食，啊，以他过往护法的身份来提倡素食运动，所以这四月庵堂出家人首先响应。 啊，以后在家居士也相应，这是中国佛门饮食文化的特色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啊，不要到外国的时候是是是闹笑话啊。他们生活方式正常的，我们中国也是正常的啊，但是在现前这个时代。 众生肉吃不得啊？为什么吃不得？他饲养的方式不正常啊！我好像是在零五年，还是在零六年。 记不清楚了。齐淑萍去世，邀请我到庆云去参观海岛金山寺。啊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动工啊，这个这竣、个、工，大部分都建好了。啊，他们。 住的附近不远，有一个养鸭的基地，规模很大。啊，听说北京烤鸭，有三分之一是他们提供的。啊，要我去参观，我就看了。啊，里面管理人员，就递了个小鸭。 放在我手上，跟我手掌一样大，啊，也就是鸭嘴这么长，啊，这这这么大的手掌上放在手掌上，他问我，他说，法师，你看这个鸭子出生几天了？嗯，我一看，我想至少，应该是一个星期到十天，它才能长这么大。 啊，他回答我是：“昨天出生的，说今天长这么大，这出乎我意料之外。”我说：“那你这个鸭子，长大卖到北京去需多少时间呢？”两个星期，这还能吃啊？他用什么饲料啊？化学的，让他赶快膨胀啊！ 啊，所以我回来告诉很多同学，鸡蛋、鸭蛋都不能吃，为什么？它不正常嘛。你说这个多可怕，啊！所以现在这奇奇怪怪的病这么多，从来从来没听说过的，病从口入啊，这怎么能吃？连素食都有问题。 啊，蔬菜、稻米里头也用化学肥料，啊，用农药，现在还改变基因，更可怕了。啊，这个状况之下，这逼着我们，我们自己不能不搞农耕了。我在澳洲自己搞农耕了。 啊，所以买了很多土地，澳洲土地很便宜。啊，要和中国的这个亩来说呢，啊，中国亩的时候，大概我们已经超过一万亩了。啊，种粮食啊，啊，今年开播试种，第一批收成看到了。 啊，第一批我们种的小米，今年春天收收收成，有一万三千公斤，啊，成功了。我们现在准备种水稻，啊，种小麦，啊，种玉米，这些属于主食的，啊，这个这个，呃、哎，马铃薯，啊，花生都可以做。 主食啊，所以蔬菜我们是种了十几年了啊，我们的品种有二十多种啊，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生活啊可以自给自足，还有多余的啊，这是没法子的、啊。 真是太可怕了，啊！这些农药化肥染污了大地，这这个是糟糕事情。啊，那么大地呢，就染污了水源，所以科学家给我们提出，将来有粮食危机。 啊，有水的危机，饮水，你没有干净的水可以喝了，那这个是要命的事情啊！啊，能源有危机，啊，种种危机都已经看到了。 往后的日子怎么过？我们老师教导我们：老师念佛，求生净土。李老师。 往生前一天下午，告诉身边这一些同学，这是最后的遗言。啊，老师说：“天下乱了，诸佛菩萨、神仙下凡都救不了。” 你们唯一的一条生路，就是念佛求生净土。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今天饮料里头最健康的，是干净的水。这就是最健康。 啊，饮料都有化学成分在里头。啊，今天饮食不能不小心谨慎。啊，那么求往生，一定要把心定在符号上。 啊，要求自己，心同佛心。佛心没有自己，佛心是众生无边是缘度。啊，帮助一切有缘众生。啊，所以有缘就是他能信能解，能行，这就是有缘众生。 啊，他不相信，他听不懂，那就不说了。啊，能相信听得懂啊，有缘众生呐，要帮助他。啊，要把佛法讲清楚讲明白，更重要的是把净宗讲清楚讲明白。啊，人家才能够升起信心。 啊，能够专修，啊，专念，啊，无论在什么境缘之下，啊，逆境顺境善缘恶缘，都能自在往生。啊，自在往生，决定利益别人。为什么人家看到了，看到这真的不是假的？ 帮助众生建立信心，增长信心，这个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！也就是三转法轮最后的时候，做正转啊！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给你做证明。 在这个时间，我们要求事业能成功、能顺利，同样道理，也是实心主义意见。啊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没有不成功的。啊，记住佛学、佛常识，智行一处。有时候说。 执行一处，停止的止,止，无事不办呐！啊，我们听话，试验试验看，啊，到底产生什么样的效果，就明白了。幕后一条叫行使觉知。 学著忘谬，学一切法，平心坦怀，更不追忆行事学就是放下了，这在佛门里。 是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。我在早年啊，我二十六岁接触的佛法，啊，跟方老师学哲学。 啊，在这个之前，我们有个很错误的观念，啊，现在社会很普遍，认为宗教是迷信，特别轻视佛教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佛教是多神教，啊，什么都拜。 啊，我们晓得社会上所认定的高级的宗教，只有一个神，啊，一个真神。啊，低级宗教迷信了。啊，那么佛教呢，被列入是多神教。啊，低级宗教。 这个观念给我们很深，啊，误会很深呐！啊，我跟方老师不是跟他学佛的，我是跟他学哲学的。啊，他给我讲一部哲学概论，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。啊，我有怀疑。 啊，他介绍给我说，这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我从来没听说过。啊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啊，这他的原话，他就这么教给我的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 啊！我接受之后，这才把观念、错误观念呢改正过来。啊，以前是绝对不进佛教道场的寺院，我决定不进去的。啊，老师告诉我，这真正的佛教哲学。 不在寺院，那是在哪里？在在今天，啊，这个话很重要。啊，老师说，过去的四月，这些出家人确实都是大学问家。 都是真正有道德、有修养、有学问啊！现代寺院的这些学佛的人，他不学了啊，没认真去学习啊，学习荒芜掉了啊。那你要真正去探讨佛教哲学，要从经典上下手。 给我指出一条路子啊！同一年下半年，老师给我讲佛经哲学，大概是在四五月份啊，有两个月的时间。 我们一个星期一堂课，上一次课两个小时。啊，好像是七月，我认识了张家大师。啊，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。啊，我很恭敬，对老师非常恭敬。 啊，向老师提出一个问题，请他指教。啊，我从方老师那里知道，佛教是大学问，佛教不是迷信。啊，我说佛门里面有没有方法，让我们很快的齐如境界？ 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，张家大师听了之后，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我们两个对看了半个多钟点，一句话不说。啊，他看我，我不懂什么意思；我看他，是等待他老人家的开始。 啊，其实我到十几年之后才晓得，才明白他看我那么久什么意思。年轻人心浮气躁啊，就是心没有定下来呀、啊，跟你讲了没用处啊，一定要等你心定下来。 他才交给你啊，所以我们就半个小时就像入定一样啊。啊，他开口了，说了一个字“有”，我们的精神马上振作起来了，“有”啊。哎，说了一个字之后，他又不说话了，又没有了。啊，不过这一次呢，时间短了，大概有六七分钟。 等了六七分钟，啊，就说个有，我们精神一振，座又又乱了，这定功没有了，啊，这都是年轻人的习气，啊，告诉我六个字，看得破。 放得下，你就能入境去。啊，看得不是对事实真相明了啊，这一点不容易啊,啊！你不明了，你怎么能放下？真正明白了，该放下的你会放下，不该放下的你会受住。 头一天见面的，将近两个小时，说话不到二十句。啊，张家大师确实给人的印象，行住坐卧都在定中。啊，言语缓慢，动作也很慢。 真是像经典里面所说的：“那且常在定，无忧不定时。”啊，我跟他老人家三年，啊，看到一个一个人，连起心动念都在定。 非常难得了，啊！我学佛六十年了，我学佛的基础可以说是他老人家奠定的，啊！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，啊，真正在佛法上奠定基础是跟他老人家三年，啊，他老人家往生了以后。 我跟太中李老师跟他十年啊，没有他三年这个扎根教育，我在李老师里得不到很多东西啊。所以张家大师那个扎根教育。 非常重要。开宗明义啊，就把修学最高的原则告诉我啊，要看破，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是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。 啊，像上高楼走楼梯一样，的，一层一层这样上去。啊，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。啊，你看破，决定要放下。你不放下，你上一层就去不就上不去。啊，你要想往上去的时候，你就得就得放下。啊，放下帮助你更看破，那你就再放下。 这就是此地讲的心舍呀，放下说放下虚妄啊！啊，《般若经》上告诉我们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虚妄的东西不舍，真实东西你怎么能见到？啊，真实说真实是自信呐！啊,啊，明心。 界限啊，是大乘佛教终极的目标啊！大乘，你看中国八个宗派，经上所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，这大臣，啊，那是说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。 不同的方式，啊，他总的指导原则都是看破放下，啊，任何一个方法离不开这个原则，啊，通通放下了，你去见性了。所以佛法也得放下，啊，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讲的很好，很多人都念过。 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那个法就是佛法，佛法不能执着。为什么？佛法是对世间法建立的，世间法没有了，哪来的佛法？啊，所以佛法不是真的。 啊，我们在没有见性之前，啊，佛法管用，你要依靠它；见性之后呢，那你要要放下，你不放下不能见性。啊，学了这么多年，我们终于明白了。啊，大乘经教里头，佛常讲。 我们用华严经的说法，放下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，不执着了，你就成阿罗汉了。佛门里头第一个学位，你就拿到了。所以要知道，阿罗汉、菩萨、佛是佛门里面学位的名称。 啊，像现在大学里头，博士、硕士、学士，阿罗汉是学士，放下分别，第二个学位拿到了菩萨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最高的学位拿到了，叫佛陀。啊，所以佛菩萨不是神明。 不是神仙，与宗教确实不相关。它是学位的名称啊！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换一句话说，佛陀这个学位，每个人都可以拿得到。啊，三个学位，人人有份呐、啊！你肯不肯放下？ 啊，我们六根对六尘境界，眼见色而闻声，放下不是四上放下，四，不障碍，一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是心里头放下，真放下了。啊，四上。 和光同尘呐、啊，你会把事情做得更圆满，啊，更善巧，啊，心里头痕迹都不着啊，这是佛法真实智慧啊 啊，如果说思想上放下，那释迦牟尼佛何必到这个时间来了？不用来了吧？啊，他到这个时间来，为我们实现八相成道，为我们实现讲经教学四十九年，他他四照做啊，心里头痕迹都不着。啊，我们要问。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住世八十年，他有没有起心动念？告诉诸位，他从来没有起心动念。他的本事就是在这里为什么不起心不动念？他了解这个世界所有一切法不是真的啊！就像现在科学家所讲的。 物质现象不是真的，假的；精神现象也不是真的，也是假的；连自然现象都不是真的。啊，他在三千年前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这一桩事情到近代最近三十年。 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才说出来，跟佛经讲的一样啊！啊，现在我们可以肯定，啊，方老师说，释迦牟尼佛是大哲学家，啊，现在我们可以说，释迦牟尼佛不但是大哲学家，也是大科学家，啊，科学跟哲学上。 没有能解决的问题，《大乘经》上全解决了。啊，只是现在很不幸，社会大众以为他是宗教，以为他是迷信，不肯学习，这太可惜了。 啊！如果学习的人多了，明白的人多了，他真能解决问题？啊，解决什么问题呢？帮助现在的社会能够恢复和平，这个用处多大？能够帮助现前地球上化解灾难？啊，这科学做不到。 佛法能做到啊？为什么？佛法了解宇宙现象的根本啊？它到底是什么？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！佛在经上讲的清清楚楚，很多人都会讲。 但是真正的意思没体会到，嗯，那就非常顺的“一切法从心想生”，没人懂啊！啊，这里定觉之上实心注于一境啊，这个道理很深。 这桩事情能做到了，你就能解决问题。啊，如何能化解难？教学、啊，你把佛法这些精髓的道理讲清楚、讲明白，大家都觉悟。 念头一转，不善的念头放下，这形式里面讲嘛，与自信相应的这些善的念头提起来，社会、跟地球，所有一切不善的通通没有了啊？为什么？ 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，都是从念头生。啊，第一桩事情，一直到近代，才被科学家发现。啊，虽然发现科学界里的提倡的人不多。 为什么原因？对于这一桩事情认识不清楚啊！他们的目标方向依旧偏重在物理啊！这个是超过物理了，这是心理啊，心理。 是物理的基础。那换句话说，心理可以改变物理，物理没有办法改变心理。所以，心学就太重要了。啊，放下之后。 你看，平心谈怀呀，你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了、啊，啊，再不要去想过去，为什么？而妄想，想未来也是妄想，啊，真正有智慧的人没有妄想。 完全着重在当下，十方三际没有了，十方没有了，空间是假的，三世没有了，时间不是真的，啊，这一桩事情。 在大乘相中入门的时候就学的学这学这些东西啊，啊，你看相宗入门学不要发明门啊，不要发明门你就明白告诉我们，时间空间不是人。 啊，时空列在哪个哪一类呢？不相应刑法啊，不相应刑法。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抽象概念、嗯，绝对没有事实，是属于抽象概念，从抽象概念里面产生的。你执着，好像它有，实际上。 它不存在啊！时间在不相信刑法里称为时分，啊，分别的分；空间呢，称为方分，啊，空间加四方四维上下，啊，所以这叫方分。 方分就是今天讲的“空间”，时分就是讲的时间，啊，时空都不是真的，啊，所以不用去想未来，也不要去想过去，抓住眼前，老实念佛，你就能得。 你想象不到的好事啊，那是真的，那不是假的。啊，得到之后永远不会失掉。下面介绍另一个说法，会说。啊，这是日本的。 也为尽忠大德啊，他在他做的这个会书里面为我们解释七绝之。啊，值得做参考。七绝之者。第一个是责罚。 觉知，啊，设法九分，啊，它这称为这个七角分。智慧呀、啊，关注法师，啊，古时候这个“慧”字两个通用，啊，上面这是这上写的“恩惠”的“惠”。 实际上跟智慧也通用的，关注法，善能鉴别真伪，不扭曲，主虚为法，故名则法。 跟前面所说的意思是相同的啊，但是我们看他的呢，好像更容易懂、啊、法是一切法，世间法、佛法啊，可是不能离开智慧。 智慧从哪来的？智慧的基础是从定中来的，界定会三学。 阴界得定，阴定开会。所以智慧不是从外面来的，啊，是从定中来的。听经闻法，大彻大悟，是把你自信里面的智慧引发出来了。 那、啊、不是从外头来的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！啊，我们自性里面有圆满的智慧。佛在《华严经》上说的很清楚，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。换一句话说。 你什么都不缺，啊！你自信，自信是真心，你真心里面充满了智慧，无量无边际的智慧。不但有智慧，你还有能力，叫万德万能。 啊，万德万能是一般宗教赞美神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啊。啊，你有能力，而且你有向好。啊，向好就是我们今天讲福报啊。啊，你福报太大了。 你一样都不缺，你是圆满的，啊，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能力，圆满的向好，啊，所以大乘法这的书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为什么？你有真心吗？ 这真心就是啊，无论你堕落在哪一道，啊，恶轨地狱出生，你的真心在、啊，你的真心没变质啊。啊，真心是什么样子？《坛经》里面讲的清楚。 第一个清净，你根本就没有染污；第二个不生不灭，啊；第三个本质具足，就是佛所说的，啊，你具足智慧、具足德能、具足相好，你一样都不缺。啊，第三个、第四个，本无动摇，你的自信、自真心呢？ 本来就是定的，从来没动过。后头一条能生万法，这告诉你，整个宇宙是你真心变现出来。啊，大臣经常常说：“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、啊。”呐。 啊，一切法是真心变现出来的。那么现在你关注法师，啊，善能鉴别真伪。什么是真的？能生能现的真心是真的。啊，所生所现的万法是假的。 它不是真的啊？为什么呢？真的它永恒不变，假的是刹那刹那在变化啊！我们现在用的妄心，阿赖也是妄心，阿赖是什么什么性质呢？刹那不提啊！像我们现在看电视的屏幕。 电视屏幕如如不动啊，那是真心的、啊。电视屏幕上显现出来的画面是刹那不停，这个你懂的。这个画面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凡是会动的，就是假的；不动的是真。的。 啊！可是今天真跟妄是合在一起，你没办法辨别。啊，这里讲的是，你有智慧，你会看，你在看电视，你能够把真的跟妄的了解的清清楚楚。真的是屏幕什么都没有，望的是屏幕闲的这个色相假的。 你要会看电视，就成佛了。问题你会不会看呢、啊？这个看清楚之后了，啊，你看这个大千世界，我们现实大千世界、啊，零零碎碎全是假的，啊，就是电视上的这个这个思想，啊，真的是什么呢？真的是如如不动的自信。 啊，自信是真的，自信能生能显呐、啊。啊，自信是清净的，自信是平等的，自信觉而不迷。啊，自信是纯善纯净。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个。 掌握住了，然后岁月啊随顺这些色相，色相不爱真心，真心也不障碍色相，啊，正望是一，不是二，啊，就在你能够看清楚、看明白。 不被虚妄所欺骗，你的问题就解决了。怎么不被他欺骗呢？你了解事实真相了，你在这个里头还会有执着吗？你还会起心动念吗？你还会分别吗？ 你还想控制他吗？还想占有他吗？没有了，这个念头全没有了。这叫邪诸妄谬，那是错误啊！你在这个相色相里头，就是在这个大千世界，在这个设法界里头，你根本就没有动心呢，那是什么人呢？那就是佛来了。 啊，释迦佛当年在世，住十八十年，好像跟我们一样。他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他有没有执着？没有。他有没有分别？没有。他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。啊，再告诉你，他有没有说法？ 他住在一真法界，在设法界里面实现的和光同尘啊，虽然和光同尘，一尘都不染呐、啊，这责罚了啊，为我们表演，为我们做实验。 立根的人一看就明白了。啊，宗门里面所谓上上根人，他一看就明白了了。啊，中下根人不行了、啊，不但他看不懂，他看不出来，他完全被色相迷惑了。 不知道是假是假的，啊，真的东西这都忘得一干二净，不知道有真的存在，啊，好像这个看电影入迷了，迷在这个画面上去了，啊，根本不知道有荧幕的存在，有这种人呢。 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之后啊，确实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就像一出戏，就像一个梦啊！啊，所以佛告诉我们，要用纯净、纯善的心去对待啊。 那就是积功累德了，积功累德没有积功累德的念头，为什么呢？有积功累德的念头错了，你又堕落了。啊，这是我们在这个这一次学习《无量寿经济》记啊大经节里面学了不少东西。 大成交易全在这里头啊，所以它关键的字眼就善，善能鉴别正伪啊，所以你的选择是正确的啊，你要是能肯定这一点。 那你就一定要相信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选定的是决定正确的啊！他给我们选择的是什么？十善、啊、三归五解。啊，六合六度。 这都是他替我们选择的啊,啊！这决定是真实的，为什么呢？帮助你明心见性啊，一步一步向向上提升，帮助你回归自信。 啊，我们从无时无名起来的时候，这就迷了，越迷越深了，回不了头啊。我们所遇到的，全都是迷惑颠倒的人啊，遇到佛。 这才是不幸当中的大幸呢、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不迷惑，他是个明白人，他能帮助我，带领我解脱这个迷雾啊，超越。 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，啊，回归自信。啊，只有他能办到啊！如果我们对他不相信，那就是迷到底了，永远迷下去了。 啊，遇到的这个机会多，但是跟自己没有缘。什么叫没有缘呢？不相信他，把它定位在迷信上，定位在宗教上。什么是宗教也不知道。啊，别人说宗教是迷信，我也说他是迷信。 这个做法就太粗心、太大意了，啊！那我们要查一查“宗教”两个字怎么讲法？这两个字最初提出来不是中国人，给出是日本人啊，日本人。 提出“宗教”这两个字，以后传到中国来了，中国人接受了。啊，日本，我相信当初提出的这个人有学问，他不是糊涂人，啊，因为这两个字的意思太好了，啊，诸位查查字典。 中怎么解释？啊，中有三个意思：第一个是主要的，第二个是重要的，第三个是遵从的。这有这三个意思。那教呢？就是教育、教学、教化。宗教合起来这意思好啊。 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尊从的教化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符合这个条件的，这是至高无上的教育啊！这能不学吗？啊，所以我常想着啊，最初。 用这个名词的人呢，大学问呢？不是普通人，普通人说不出来呀。啊，那说佛是宗教，当之无愧，啊，是十法界里头最重要的教育。 啊，净土宗是最重要的教学啊，主要教育里头最重要的教学啊，你能够遇到这样一个学科，认真学习，你这一生就能成佛。 一生就能回归自信。这还了得吗？这就被称之为最尊崇的教化啊,啊！他没错，错在我们自己不认识啊！把宗教两个字误会了、曲解了，谁吃亏？自己吃亏。 佛菩萨没吃亏啊，经典没吃亏啊，吃亏是我们自己糊涂，自己粗心大意。那第二呢？精进绝分啊，精进修诸道法时。 善能绝了，不谬行于无益之苦行，常勤行在真法之中，故名寂静。啊，这个里头，不再修没有利益的苦行。 佛当年在世，表演过啊，要苦行僧的，你们大家都学苦苦行，释迦牟尼佛也修苦行啊。到后来怎么样呢？释迦牟尼佛把苦行丢掉了，不修了。 啊，跟随释迦牟尼佛照顾他的有五个人呢，就是五比丘啊，啊，后来的五比丘，这都是释迦的家族，啊，王子吗？啊，要出去求学，总得有几个人照顾他，啊，这几个人很佩服他。当释迦牟尼佛把苦行放弃了，啊。 他们以为释迦牟尼佛退现了，啊，离开释迦牟尼佛到别的地方去修行，就到落叶雨。啊，这说明是那个苦行没有好处，不能帮助你开悟。 啊，不能帮助你净心，那你学它干什么？佛法重视苦行。为什么？你能放得下了。啊，贪嗔痴慢疑是决定要放下的。啊，所以苦行有好处。 啊！但是苦行一定要有智慧去认知它，对于我们明心见性有没有好处？如果对明心见性没有好处，你就不要去修它。能帮助我们明心见性的，一定要修。 啊，这就不是迷信了，不是盲修瞎练了、啊。啊，日中一时。一般人认为是苦行。啊，你需不需要修呢？不必 是中国禅宗，啊，提倡是坐禅、抛香，啊，真正修行念佛堂也一样。你不能吃太饱，太饱昏沉，精神提不起来，要打瞌睡了；也不能太饿住，饿住心里发慌。 定不下来啊，所以念佛堂、禅堂都需要什么呢？不饥不饱啊，要保持这个状态，那怎么办呢？只有少吃多餐啊，用这个方法了啊，除了三餐饭之外的时候。 还有点心，啊，日夜照顾你不断，啊，所以当你有功的时候都有点心，啊，吃一点点，不能吃太多，啊，让你精神饱满呐，你好用功办到啊，啊，那么这些跟印度其他宗教来比，是他们重视苦行。 他们不会这样做法的啊！好在佛教它不是宗教啊，它是教学，它是教育，这一点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啊。佛陀教育啊，简称为佛教啊，居足要称佛陀教育。 这就对了，啊！佛陀教育重视得定开悟，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啊，怎样得定？一定持戒，持戒帮助你得定，得定帮助你开悟，所以开悟是终极的目标，啊。 大彻大悟啊！啊，悟有小悟，有大悟，有彻悟。啊，有三个等级：小悟是阿罗汉，辟支佛；大悟是菩萨。啊，彻悟。 就成佛了，啊，也成为化身大师啊，化身大师，大彻大悟，啊，所以大彻大悟是佛，啊，大悟是菩萨，小悟是声闻、缘觉，啊，这跟宗教里的说法不一样。 我们要修佛，在这个时代也不容易。为什么呢？社会乱了，佛门也乱了。现在的佛教，我常说，至少有六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在社会。啊，第一种，释迦摩尼佛的教育。 佛教啊，这个是原汁原味的，没有改变的啊。世尊当年在世四十九年教学，佛教传到中国来是这样的啊，是教育。 啊，佛教变成宗教，就是现在所谓的迷信的宗教，在中国历史不过三百年吧。啊，清朝乾隆时候还是教育，啊，变质应该是乾隆以后，啊，真正开始转变的时候。 我现在觉得的时候，应该是在慈禧太后。清朝历代帝王都是三宝弟子，佛门的大德，许多都封为国师。 啊！帝王对出家人非常尊敬。只有慈禧太后，他掌了政权，自称为老佛爷，嗯、把所有佛菩萨都放到底下去了。他高高在上，他是老佛爷。啊，这个举动影响太大了。 为什么上行下效啊？慈禧对佛教不重视，对传统文化不重视，下面人自然对对传统、对佛教啊这个看法就冷淡了啊。表面上有，实际上真正学习的人少了啊。所谓是。 阳奉阴违，讲学的人有，真做的人没有了，以伪君子啊！这是满清最后的一百年了，慈禧太后影响最后一百年了，坏了，清朝亡国之后，到今年一百年。 这一百年当中就更糟糕了，不但真修的人是没有了，连讲的人也没有了。我们要想学怎么办？啊，所以我很感谢方东文先生，啊，他提醒了。 佛经哲学在经典里头，不再是云。啊，这个提示对我影响很大。我知道方向，知道目标，知道到哪里去学。啊，遇到张家，张家大师是个明白人，非常了不起。 啊！我出家，张家大师替我选择的。啊！我问他，我将来应该走什么路，走哪一条路？啊！他就叫我出家，学释迦牟尼佛。啊！我第一本正式念的佛书是他老人家教给我的，《释迦谱》《释迦方志》。 你要学佛，你首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。你对他不认识，啊，你就会走错路，啊，会迷入歧途，啊，一定要认识他，啊，他是榜样，他是典型，啊，要向他学习。 这一些指导的非常非常珍贵呀，啊,啊，让我也是没走冤枉路啊，一直走下来啊，不过就是没有人提醒我，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，这老师没提醒过。 啊！如果当年有老师，我很听话。啊，有人严格的督促，叫我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，我今天的成就不止这样的，不晓得高多少倍啊，因为学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一生。 没有建寺庙，嗯、没有道场啊！这个我学了，我一生不见道场哪个地方有缘，就到哪里去讲经。所以这个缘接到了全世界啊，居无定所。 啊，哪里要钱到哪里去语缘结得很广。那么人家希望我讲什么经论，我就讲什么经论，所以就搞砸了，讲的太多了，啊，总有几十种之多。啊，没有转移，转移会得定会开智慧呀、啊。 啊！我这搞乱了，搞砸了。啊，门门通啊，就门门不通啊。啊，所以六十年的学习啊，有误处。什么误呢？解悟 <物 S 1> 不是正悟，正悟才真正的受用。 啊！我现在终于明白了。啊，明白了之后，我就想着，我必须在晚年，回头，啊，还来得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啊，一门什么？就是这部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其他的经论全放下了，不讲。了。 一步经呐，无论哪个地方请我去讲经，通通是这一步经啊。所以这次在日本很难得啊。日本的前首相鸠山啊，他要请啊，日本的佛教会水谷新贞长老。 啊，代表日本佛教，我接受了。啊，到那边去讲了四十八个小时，讲无量寿经。啊，他如果想学听，学习最喜欢听其他经论，介绍别的法师去讲，我不去了。 啊，也门深入啊，真正了解这个好处啊，啊，所以要回头啊，不能不回头。所以现在呢，真是，呃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法上因舍、嗯”，我念佛法也舍掉了，不要了，就这一部经就够了。 其他的通通不要了，啊，更单纯了，啊，简单了。香港有个同学送我一个小小毛笔，啊，真的很小，啊，大概那个小。 毛棚整个面积啊，我看看只有摄影棚这么大，啊，整个面积就这么大，啊，不过它有三亩地、嗯，啊，三亩地旁边种菜，做个小菜园，啊，周围树木花草很多。 闹中取静啊,啊，很理想那个地方，啊，他这个房子很旧，一共两栋，两栋加起来也不过就这么大，啊，有一栋呢有九十多年，另外一栋啊有七十多年了，啊，老房子，本来我想拆了重建。 啊，送给我的这个居士告诉我：“他说你不要拆，这个老房子啊，建造的时候材料真实，现在没有这种材料了。这个房子住的时候冬暖夏凉。哦，我说你这么好，那宝地了啊！所以我现在把它整修一下，这个月底就完工了。” 房间隔得很小，房间一点点大，有五个房间。你想想看，这么大的房子，隔五个房间，一个房间大概只有三个榻榻米吧，就那么大。啊，摆一张床，摆一张桌子就满了，啊，很小的地方，好啊，省心省事，一步进。嗯 其他的不要了，现在经书统统送给年轻人，让他们好好去学习去。啊，最后我们也留一个好样子给后人看。 这是责罚、啊、时时刻刻都要留意到真实，真实里面还有真实啊！实在就是张家大师给我讲的：看破放下，放下看破，看破还要看破，放下还要放下。 啊，我们才能够齐入境界啊。啊，精进要更精进，无业的苦行要舍掉。 帮助正法救助，我们也要帮助佛法回归到教育。啊，有一些年轻人想出家了。 跟我，我不收徒弟。以前物资辈的，是韩馆长收的，不是我收的。啊，这一点我学印光法师，一生不收出家徒徒弟。啊，传授三规可以。啊，不收出家徒弟。啊，跟我学教，学经教行。 我收学生，不收徒弟。啊，最近有一个要出家，我替他找了一个师傅，啊，香港常怀法师，跟他出家，跟我学经教。 啊，我们希望将来在这个小道场里头不要多，能有五个人，五比丘啊，释迦牟尼佛在落叶云。五比丘把佛教信信起来。我们现在如果能有五个人，啊，五个人真正依教修行，啊，来把佛教教育。 提倡出来，政法救助。啊！我们无需要大道场，只要有个小摄影棚就可以了。啊，有网络，现在的网际网络，全世界可以收到。啊，有网络，五个人，每一个人。 每一天讲经至少一个小时，啊，不可以少过一个小时，天天讲。啊，每一个人专攻一部经，啊，如果是专门学《无量寿经》也可以，啊，我们讲的进度不一样，啊，有人从头讲，有人从当中讲。 啊，这样也有好处，啊，能够方便各地方这些同学们，啊，方便他们学习，带领大家一起学，啊，或者是我们把经宗五经一论统,统统推出来，啊，五个人经宗无不经，一个人专攻一门。 啊，分量最少的是大师之菩萨圆通章，大师之圆通章可以跟往生论合起来。啊，学圆通章也学往生论，啊，这样五个人，一个人有一样，金宗道场啊，不要搞砸了。 不要搞乱了啊！我们只自己修，自己在摄影棚里面讲，我们不出门啊。外面任何活动不参加，心定下来啊。我们希望十年，十年住在这一个山上，不出门。 将来这几个人都有成就啊！啊，至少十年之后，啊，再出山、啊；十年之内，决定不下山。啊，建立一个如理如法的六合经典道场。啊，人数不要多，不超过十个人。 啊，连照顾我们的人，啊，我们自己，将来出家的五个人，啊，再有五个在家就是一起学习的，啊，照顾我们的生活，我就觉觉得就可以了，这是可以办得到的，啊，也能够做出一个好样子。 大成八个宗，啊，喜欢禅宗的可以学我们这个样子，建一个禅宗道场；喜欢天台的可以建一个天台道场。啊，原则十年不下山。啊，天台是主修法华，贤手宗主修的是华严。啊。 至少是十年，专攻一门，放下万缘，连佛法都要放下，你才会有真正的成就。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这才是真正精进。 啊，第三个喜觉分，你看，若心得法喜，善能觉了啊，此喜不以颠倒之法而生欢喜，住真法喜啊，故名喜。啊，这个习惯受么用啊？真正的受用。 啊，这个受用有两种，一个是成定，佛法讲的三昧，啊，修敬宗的得念佛三昧，欢喜啊，啊三昧是定，也就是说，七心动念。 分别执着不能说完全断了，已经被控制了啊，不起作用了。用什么方法控制呢？这一句佛号，一部经典，你想想经典，你念念佛号。 啊，除此之外呀、啊，一定要放下，什么都得放下。啊，今天利用科学工具，可以独善其身，同时兼善天下。啊，我们用网络播出去了，用卫星播出去了。 啊，全球有志一同的人，都可以在一块共修，不必住在一起，不必要认识。啊，在今天建立一个敬宗道场，应该是这种模式。啊，不需要寺院安堂。 啊，省心省事，啊，费用很少，效果功德殊胜，啊，我们衷心期望着中国大臣八个宗派都能够兴旺起来。 啊，我们来做带头。啊，所以先得法喜，得法就欢喜了。啊，绝了这个欢喜，不是以颠倒法而生的，没有错误。 啊，这是助真发心、啊。大乘经教里常说，发心充满了长生欢喜心呐。啊，夫子所谓的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真的，啊，这是方东梅先生所说的。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就是法西。啊。第四，除觉分，即清安觉知。 若断除住尽烦恼之事，善能绝了，除诸虚伪，不损真正善根，故名除断除。住进是见惑。 烦恼呢是私货啊！如果再引申这个烦恼呢，它的范围很大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名烦恼啊，这三种烦恼啊,啊但是首先的见火要除。 这在一块共修的六合金的同学，啊，我们希望将来，啊，跟我在一起的，我们不要多五个人，我们真正做到六合金。啊，怎么做法呢？见合，不能完全断。 一定要把它控制住，不让它起作用。第一个，申请。啊，起心动念两张是。第一个，正法救助；第二个，代众生苦。 我们不受苦怎么行呢？我们不吃苦，众生就苦了。希望我们多受一点苦，众生的苦减少一点。啊，也就是世尊最后所教的两句话：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啊。啊 这是释迦牟尼佛对后世学生的期望啊！我们不辜负老师，这两句话一定要做到啊！不能怕苦啊！一定要把戒律做出来。 啊，戒律我们只要把沙弥律仪、世界二十四门为仪做出来了，就可以了。啊，作为我们念佛三昧的资料。 求生净土的力量，决定完成。啊，这个世界，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七情五欲、贪嗔痴慢，统统放下。对佛法，只修一部经。这一部经之外，统统放下。啊，我们五个人在一起，可以。 每个人学习不行。啊，都是一门深书，十年熏修啊，没时间定神。 真干了，啊，真放下了，啊，几乎必须要把它扶住，啊，断不了一定把它扶住，烦恼自然就轻了，啊，烦恼轻，智慧长，就善能绝了，除诸虚伪，虚伪,虚伪是什么？ 一切法无,无所有啊，《般若经》上讲的好啊，啊，释迦牟尼佛二十二年讲般若，实际上就是讲的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啊，那你自然就能放下了啊，不至于。 损坏真正的善根，真正善根是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、精进。啊，这叫出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这。